新北市一名媒体记者14号因为症状前往采检，那么在14号下午3点钟获知 PCR 结果是阳性。侯市长已经按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进行快筛，结果出炉是阴性，谢谢各界的关心。新北市一名媒体记者14号因为症状前往采检，那么在14号下午3点钟获知 PCR 结果是阳性，卫生局获报之后立刻针对4名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预防性快筛，结果其中一人也是平面的媒体记者，他的快筛结果是阳性。而该名记者在14号上午曾经参与新北市政府的记者会，经过与疾管人员讨论，该场域参与的人员都有全程佩戴口罩的适当的防护，因此会通知该场记者会参与的所有人员进行自主快筛。侯市长已经按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进行快筛，结果出炉是阴性，谢谢各界的关心。